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耶稣神带领哈，让、啊、我们顺利进入第二晚上的圣经讲习会啊。今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查考的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啊，《约翰二书》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主题是持守与神相交啊，它是啊延续第一章的主题。啊，第一章我们昨天有谈到哈，如何与神相交。啊，那我们已经与神相交了，那我们要持续与神相交。那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对啊，他们之前是与神相交的啊，但是现在他们有持续与神相交吗？没有啊，没有在教会的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持守，没有持续，很可惜的哈。好，那小弟就按照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哈，啊，分段哈，跟大家来分享哈，怎么持守与神相交呢哈？啊，第一段就是对罪恶的态度啊，就是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一开始约翰就这样说哈。说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将这些事写给你们，这些事是指着什么呢？就是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这些事，就是说，哎，我们怎么与神相交呢？我们就是要啊，生命要自省啊。啊，我们现在是在光明当中还是黑暗当中啊？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啊，我们都在黑暗当中啊，受罪恶的辖制啊。好，那我们生命自省之后呢，我们生命要知罪啊，我们有罪啦，人人都有罪啦，啊，有罪之后呢，哦，生命要认罪嘛，哦，那一书的第七节第九节都告诉我们啊，我们若承认自己有罪，哦，神是信实的啊，必要哈，来啊洁净哈，赦免我们的罪啊，那我们才能与神相交嘛，啊，就是这些事。好，那我们已经哈与神相交了，哦，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哈洗净，哦，来赦免我们的罪了，所以哈我们不要再犯罪。所以怎么持守与神相交呢？第一个关键是不要再犯罪了，啊，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嘛，哦，他哈来代替我们的罪了，所以不要再犯罪。我们查考圣经哦，主耶稣哈、哦、他医治病人，还是说他解决人罪的问题之后啊，都会在讲说，你不要再犯罪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约翰福音八章那里记载哈、哦、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哈、哦，他们就抓了哈、哦，他们所谓的啦，他们讲的。哦，当场被心啊、哦，当场心灵被抓到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说：“怎么来处理他？是要放他走呢，还是按照摩西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呢？”耶稣不讲话，就蹲在地上，啊、哦，画字嘛、哦。他们就众人就催逼说：“你讲啊，你讲啊，到底要怎么样呢？是要放他走呢，还是要用石头打死呢？”啊、哦，耶稣就站起来嘛，啊、哦。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他。圣经记载说，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走出去。哦啊、当众人都离开之后，耶稣就站起来就问那个妇人说，诶，他们没有定你罪吗？那个妇人说没有、哦、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耶稣就问他，他们没有定你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好，这句话是什么呢？你是有罪的，你是有罪的、哦、我是可以给你定罪的人，他们没办法跟你定罪嘛、哦、因为一个一个都离开嘛、哦、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罪，意思是什么？你有罪该定罪，但是我不定你罪。好，耶稣说，起来吧，回去，还补上一句话，不要再犯罪、哦、你看耶稣赦免他了嘛、哦啊、但是你不要再犯罪、哦、所以我们要持守与神相交啊，就是要对罪恶的态度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再犯罪。好，第二个呢，不要故意犯罪。好，我们继续看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后半段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第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了普天下人的罪。好，第二个态度就是不故意犯罪。好，这里说若有人犯罪，若有人犯罪就是说他不是故意犯罪，就是无心之失啦，偶然被过犯所胜。第一个原则是不要再犯罪啊，但是人带着肉体啊，偶然会被过犯所胜啊，还是说无心之过啊？就好比罗马书七章的十八节啊那一段开始到二十五节那一段我们很熟的保罗的这种不能自己的感叹他说什么呢？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我想要做我心中要做的善的时候，我没有做出来，我心中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倒把它做出来。他说当我行善的时候， 我心中有一个恶的律，有一个律出来跟我征战，那个律原本的意思就是力量，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恶的力量，跟我良心的律良心的力量在那边交战，好像拔河一样拔河一样良心律跟他讲说不可以啦，这是不对的啦，不符合真理啦这恶的力量没有关系啦，做一次不会死啦，没有那么严重这边说不可以啦这边说没啦没死啦，你别听人讲啦，不要太严重啦，看一遍还死哦。好嘞，哇结果他说到最后我就被那个犯罪的律掳去了，拉过去，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个取死的身体呢你看保罗是故意犯罪吗？没有嘞，他是要行善他是要行善他不是要行恶好这个就是不是故意犯罪的也类似这个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那里所说的如果有人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他不是故意的啦，因为人带着肉体嘛有些时候有软弱嘛，受迷惑受诱惑嘛不是明知故犯故意犯罪的罪。好，那怎么办呢我们一样要回到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七节到第九节那边我们要知道我们错了，要认罪要认罪这边继续说这个在父那边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了他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不但为了罪，也为了普天下人的罪。好，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挽回祭，不但是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嘛，耶稣基督赦免他的血洗净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依然要靠主做挽回祭因为如果我们偶然被灌所胜，我们也是犯罪啦，怎么办？还是要认罪那我们认罪，耶稣基督的宝血还是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不单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所有人的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开始这样说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叫人因信他得永生得生命，不被定罪。那所以神是没有偏待任何一个人的，神爱世上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第一个原则就是不犯罪，不要再去犯罪。第二个，如果偶然被过犯所胜无心之过，那我们也要承认，他说我不是故意的啦，我这没办法不能这样子，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我们不是故意犯罪，明知故犯的，我们还是要向主耶稣认罪，那主耶稣的基督的宝血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持续不断洗净我们的罪这边特别是强调不是故意犯罪那我们第三章会讲故意犯罪然后第五章就会讲到罪有致于死的罪不致于死的罪我后面慢慢再讲这边是讲偶然被灌所生不是故意犯罪的，那我们还是要认罪耶稣基督宝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能持守与神相交。好，我们看弥迦书七章第八节。弥迦书七章第八节，旧圣经一千零九十二页。旧圣经一千零九十二页，弥迦书七章第八节。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神却做我的光。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神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这个就是犯错了，但是犯错了哈，要知错，要悔改，要认罪。所以第八节啊，这样哈说哈，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胜啊！你惨了，你惨了，你没救了，你干嘛犯罪了？对了，对了，我犯罪了，我错了啊！但是他说什么呢？我虽然跌倒，但是我要再起来，不是跌倒就不再起来了呢。我曾经哈去找一个啊犯错的弟兄啊，要规劝他嘛哈啊，想说啊，你知不知道你错了？你做这个事情错了啊！你知道错了哈，要悔改，要认罪。结果一进去哈，我坐下来，我都还没有讲话，他就跟我讲：“传道，我知道你今天要来做什么啦，要出名就出名啊，反正我做了就做了嘛。”我就吓一跳，我说：“我们今天来不是要做这个事情啊，我们来是要劝你呢。”哦，没关系啦，反正我做了就做了嘛，啊，偷提几块嘛，偷提嘛，哦，偷提几百块嘛，偷提嘛。哦，饕餮一片嘛，饕餮嘛，饕餮两片嘛，是饕餮啦。我说不是这样啊，你犯错一次了，你要知道你错了嘛，啊错了，我们就要认错，不要再犯错了嘛，啊向主耶稣认罪悔改，哦是这样哦，所以我们跌倒了要再起来，不是讲啊我的跌倒就跌倒啊，反正我的跌倒没得救啊，哦我的继续骨折啊，不是哦，哦所以哈、哦，我虽然跌倒了，我要再起来。好，第二个，我虽然坐在黑暗里了，昨天不是讲说，哎，神是光明嘛，神是光嘛，啊，如果在黑暗里就没办法与光相交嘛，哦，那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罪，我们就不在黑暗里面了嘛，那为什么他还在黑暗里面？因为他犯错了嘛，哦，所以犯错了，哦，他又在黑暗里面啊，哦，啊，他说什么呢？耶和华神却做了光，对啊，我还是要回头啊，什么叫做悔改？悔改就是转向嘛，转向面对神嘛，犯错的就是背对神啊，我被挑醒的威啊，背对神啊，啊现在知道说啊我错了，啊错了要悔改呢，悔改的意思就是转向回来，走回去啦，走回去神那里啦，啊犯错的就是啊背对神嘛，啊离神越来越远啊，哦所以他说哈，哎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神却做我的光，好。所以他要悔改了嘛，哈，转向了。但是悔改转向不是说就没有事啊，我的悔改啊，我的悔改，不是啊。哦，我们做错了，哦，我们要承认罪，哦、悔改之后，我们还是要承担我们的罪责、罪的责任呐、啊、罪的责备。哦，不是说啊，我都领罪悔改啊，阿伯是偏那啊，主要说你给我处罚，没有啊。做错了本来就是要承担那个责任嘛，罪的责任。所以他说什么呢？第九节他很清楚，我要忍受耶和华神的恼怒，对呀、啊、神生气啊，我要接受神的处罚，这是理所当然的啊，不能哦这个做错了啊不认错哦啊神处罚，所以要跟神斤斤计较，好像圣经记载那个该隐一样啊，该隐杀了他的弟兄亚伯啊，哇啊神就提醒他嘛，哎你的弟兄在哪里啊，哦，其实就在提醒他哎，厉害你对，哦，他就哦振振有词，我在外呀，你招对哦，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呀、啊？他跑去哪里，我怎么知道？哦，你看哦，啊，神给他机会哎，哦，然后神说，哎呀，你弟弟的血哈，啊、哦，从地下、哦、发生哈、哦，在深渊呢，哦，就跟他讲说，哎，你把你弟弟杀掉了。哦，啊，然后神就处罚他嘛，说哈，哦，你要漂流在地上啊，哦，地不再跟你效力啊，怎么样啊？而且我，哇神啊，啊你怎么对我处罚那么多那么大呢？哇，你对我的处罚我承担不起，啊在那斤斤计较，啊、哦，
神对他的处罚，他还说哇，你这样处罚太重了啊！你看呢，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呢？我要忍受神的恼怒，因为我做错了嘛，做错了本来就是要承担那个罪的责任。就像大卫做错了，神透过先知拿单去指出他的错来嘛，先讲故事嘛，讲那个故事啊，故事还没有讲完啊，大卫就很生气，用自己的标准说，这个人该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人要还人家四倍，这个人该死，要还人家四倍。那个拿单先知说，王啊，那个人就是你了。大卫就吓一跳，他就马上悔改。如果他没有悔改呢？反正已经杀掉一个了嘛，再杀一个也没关系吧。来人啊，拖去斩了，不是吗？对啊，他就马上说啊，我错了啦，我错了，然后拿单就离开了嘛。神又半路叫他回来，你回去跟大卫讲你不用死。大卫的标准说那个人该死要还人家四倍那神说好，你在暗中做的事情我在明处把你显露出来。从此刀剑不离你的家，要从你的家兴起刀剑攻击你。大卫就是承担那个责任，有没有？大卫说：“所以我都领处完嘞，你看我你搞处罚啊，都讲无理去我家庭你对我家庭兴起何欢来攻击我。”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把它读进去让你刚刚神好像对大卫比较好呢，对那个扫罗比较不好嘞。曾经我信徒这样跟我讲传道，扫罗有夺人家妻子吗？扫罗有杀人家的丈夫吗？大卫夺人家的妻子，杀人家丈夫呢？谁的罪比较严重啊？我说，大卫有悔改，扫罗没有悔改。大卫悔改不是就没事了呢？老实讲，大卫活着比死还痛苦。大卫挖了必须他痛苦但是他知道他要去承担，要去面对的，眼睁睁的看他的儿子欺负他的女儿，眼睁睁的看他的儿子杀掉他的儿子，眼睁睁的他儿子要杀龙，要追杀他，要来篡位。你想我们是大卫好受吗？如果一般世人说我过去死死比较快活了，真的呢？所以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承担，就是这样像这边所说的，我要忍受神的恼怒。为什么？因为我得罪了他了，我 得罪了他神一定会为我这个伸冤，神必领我到他的光明当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所以如果有人犯罪了就是不是故意犯罪的那我们也还是一样要认罪，要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样持续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才能持续持守与神相交这是第一个对罪的态度。第二大段怎么持守与神相交呢？就是遵守主的诫命就是从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到十一节这一段。好，怎么知道看出来这个人是遵守主的诫命呢？第一个，遵守 主的诫命是认识神的。第二个是住在主里面的。第三个是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要持守与神相交我们就要遵守主的命令主的话我都没被听过，我要跟主三交，那也是你亲自讲讲的，讲白菜跟第一章那边所说的嘛有人说他与主相交但是他还是在黑暗当中神是光的，所以我们要行在光中才能与主相交嘛我说我遵守神的诫命但是我要与神相交，但是我不遵守神的诫命，这个是很奇怪所以二章的第三节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都遵守主的诫命，就是晓得是认识他的是认识神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说谎嘛，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
哦，所以哈，我们哈，要遵行神的话，才是认识神的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四节，十五章三十四节，你们要行恶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这是当时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啊，告诉他们的啊，说哈，叫他们要行恶为善，就是要行出道理啦。哦，啊，你们没有行出道理，啊，你们说哈，你们是哈这个哦，这个是爱神的哈，很奇怪哦。那保罗就告诉他们，因为有人不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按照道理讲啊，道理行啊。所以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所以保罗在点他们啊，哈，哦，那个哥林多教会恩赐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呢，哈，口才恩赐都很好，但是哦，他们用口才啊，那些恩赐哈，在那边哈，高举人啊，哈，没有高举是恩赐的神啊。哦，在那边比较，啊，结果他们有敬畏神吗？有遵守神的话吗？没有。好，第二个哈，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啊，是第二章的第五节、第六节，啊，这里说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那里面是完全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啊，如果有人说一样的哈，这边都是说有人说他是在主里面，自己就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对啊，既然我住在主里面嘛，那啊怎么证明我们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就要按照主所行的去行。主所行的是什么？主都按照天父的旨意行。就是说哈，跟门徒曾经跟门徒讲啊，我有食物啦，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行的啊，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他住在父里面嘛，父住在他里面嘛，好，一样嘛，啊，我们说我们住在主里面嘛，啊，我们住在主里面要做什么？就是要遵主的话行嘛，像主耶稣一样嘛，他说他住在父里面嘛，父住在他里面嘛，啊，说他所行的就按照父所吩咐的嘛，这是主耶稣所行的，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你看哦，神主耶稣要与谁同住？哦，就是爱他的，遵行他的道的啊。主耶稣要与他同住嘛，对啊，哦，住在主里面嘛。好，哦，好，我们继续看十五章第十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第十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对啊，我们若藏在主里面，好，主耶稣说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呢。对啊，住在主里面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嘛。那我们说我们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没有遵行神的话，哦，就是很奇怪了哈。好，这是第二点哈，啊，是要住在主里面的。第三点呢，是彼此相爱的。啊，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啊，这一段哈，就是告诉我们哈，是彼此相爱的。好，这里让我们看到哈，旧命令跟新命令，旧命令跟新命令哈，彼此相爱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好，第七节说啊，这个旧命令啊，是你们起初啊，是你们起初所受的。就是你们所听到的道理，哦，这个起初哈，哦，就是从这个摩西律法哈，旧约的时候，利未记十九章的十八节那里告诉哦我们的哈，要爱人如己，
那新命令呢？新命令就是耶稣基督哈，为门徒洗脚之后给门徒的一条新命令。所以第八节哈就这样说了哈，真光啊，让人明白啊，这个命令永远长新。真光是谁？真光就是耶稣基督了啊，就是我们第一章哈第五节所说的哈，神就是光了哈。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嘛。哦，啊，这个生命在他里头嘛。哈，哦，啊，这个哈，生命就是人的光嘛。哈，那耶稣说他就是世界的光嘛。哈，如果人跟从他，就没有在黑暗里面行了，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就是真光。好，所以第八节说，真光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命令永远长新啊！哦，就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四节哈，主耶稣为门徒洗完脚之后，告诉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心？心就是永远不改变，就是永远要遵行的啦。如果他改变了，他就不是新的，所以新就是永远不改变的一条命令，这个持续永远要遵守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好，这边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了，真光已经照耀了，这个光就是世界的光，就是生命的光。约翰福音一章第九节说，这个光啊，要照亮一切世上的人，特别是照亮一切坐在黑暗里面当中的人。所以我们都蒙光照了。好，所以我们要遵守神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命令，彼此相爱的命令。这个就是遵守主的诫命，我们才能持守与神相交。好，二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一段是谈到真爱是没有恨的，真正的爱是没有恨的。这里说恨弟兄的他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为什么？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这个瞎的意思就是说对神的这个教导啊，对神的吩咐啊，也没有知觉啊，没有知觉啊，深陷在这个罪恶当中。神不是主耶稣不是，因为这个真光已经照耀了嘛，因为黑暗渐渐过去嘛，真光已经照耀了啊。如果他没有爱弟兄，反而恨弟兄，对啊，他在光中吗？没有啊，他还是在黑暗里面呢。为什么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黑暗是谁在掌权？就是世界王魔鬼啊！就好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那里说此等不信的人他们的眼睛啊被世界的王魔鬼弄瞎了，不叫这个福音的真光来照耀他们。所以他们的眼睛瞎了，为什么？不信呢？不信耶稣基督，不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他们还是在黑暗里面。好，第十节说这个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当中，在他并没有这个半碟的缘由，就是说一个与主保持这个良好关系的人持守与神相交的人，他没有什么可以绊倒他的，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去绊倒别人的，所以在他没有半碟的这个缘由啦。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绊倒，还是绊倒别人，就是爱了，就是这个爱，彼此相爱。很多人不来教会，什么？我不要去教会了，教会无爱心啦，大概都是这样嘛，因为看到这个事情了听到人讲的话了，
哦，他就哦，你看一句话就跌倒。你讲人哪用？人没用呢，人很容易受影响呢，一句话就不来了呢，看到一件事情就不来了呢，很可惜哈、哦。啊，这所以这边说，如果哈、哦，我们哈、哦、有彼此相爱，我们有真爱的话，这边说哈、哦，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就是说他不会让人家绊倒，他也不会去绊倒别人，啊、哦。我们来看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里说哈，如果我们有爱，我们就不会彼此批评、彼此论断了。因为有爱，就会彼此退让、彼此包容了、彼此宽容，怎会彼此论断呢？好，所以这边说，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爱吧，我这样讲，我这样讲，我这样哈、哦，我这样做，会不会使人跌倒啊？会不会啊？哦啊，我也不会因为别人这样哈啊让我跌倒，哦，所以在他没有半跌的缘由，就是这个意思了哈、哦。好，这是第二段哈、哦，怎么持守与神相交哈、哦，就是要遵守主的诫命哈、哦。好，第三段呢啊、哦，怎么持守与神相交，就是我们的灵命哈、哦、要长进，要追求。如果我们的灵命没有长进哈、哦，没有长进。好像一直在喝奶啊，幼稚啊，就容易受骗啊，容易受影响啊。那我们的灵命、哦、要长进，就是要追求嘛，追求才会成长啊。好、哦，好，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啊，就让我们看到哈、哦，灵命长进的灵程。好，他这边哈、哦、用三个名称来讲哈、哦，说小子们啊，哦，少年人啊，父老啊，哦，重复。讲两次哦，哈，从十二节到十四节，哦，小子们啊谈两次，少年们也谈两次，哈，父老啊也谈两次，好啊，这个就是一个灵命长进的灵程，哦，他想说，小子们啊，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你们认识父，哈，十二节、十三节各讲一次，好，少年们啊，你们刚强。神的道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十三节、十四节各讲一次啊。父老啊，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啊。十三节、十四节各讲一次。好，小子们啊，啊，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赦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灵命得救了，灵命得救。哦、靠主得救了、哦、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哦哦、就是这个提多书三章第五节所说的、哦、重生的喜了、哦、圣灵的更新、哦、小子们、啊哦、我们受洗起来之后就好像婴儿一样、哦、小子、啊哦、好，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喝奶呢，我们要长大，要吃干粮、啊哦、就是要变成少年人啊，不能一直小子小子啊，哈、哦，要阿梅啊，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哈、哦，那边说啊、哦，不能一直喝奶呢，哈、哦，不能吃干粮呢，哦，所以我们要长大成人哈、哦，就是要吃干粮啊、哦，好，所以我们要长大哈、哦，成为少年人哦，啊，这边说什么呢？少年人啊，你们刚强，为什么刚强？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啊，结果呢，你们就胜了那恶者。就是灵命长进呐、啊，灵命有长进，啊，长进就是因为神的道在你们心里嘛，哦，所以哈、哦，靠着主啊，做刚强的人，哦，啊，怎么靠着主做刚强的人呢？啊，就是以弗所书六章的第十节开始，说哈、哦，我们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哈、哦，做刚强的人，然后呢，我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啊。我们就能得胜那个恶者嘛，因为我们属灵生活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嘛。那我们带着肉体怎么跟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呢？哦，我们就是要穿戴
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军装是神所赐的，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要穿戴。啊，没有，我们不可以说，穿到我没有军装哎，没有，每个人都有军装。啊，穿到我的军装啊，没有齐全呢，我没有头盔了，我没有盔甲了。圣经跟我们说讲什么？全副的军装，没有说好你是半套的，大家都一整套的啦，全副的嘛。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不是吗？但是有些人没有军装，不是神没有赐给他，是他没有穿戴嘛。后面他说我们要穿戴，所以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的责任是要穿戴嘛。但有些人不穿戴啊，所以怎么得胜恶者呢？没办法哦。所以哦，这个少年人就是灵命长进了、啊、哈、哦。好，再来呢，父老啊，哦，这个是灵命成熟哦，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就是基督哦，持守道理了。哦，从一开始，哦，从小子到父老，都是保持这样啊，保持这样，哦，哦，灵命啊，不断的长进嘛，啊，所以哦，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啊，哦，不会哦，让任何的环境哦，让他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了，啊，灵命成熟了，好，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三十五节，谁能使与我们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老实讲，这些都很容易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不要讲这些，我刚刚说哈，有些人不来教会是什么？一句话而已呢？有道歉吗？有困苦吗？有逼迫吗？有赤身肉体吗？老实讲，我注目教会的过程啊当中啊，我发现一点：人离开神、离开教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他最需要神的时候，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离开神，可不可惜？他最需要神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这边所说的：遇到道歉不需要神吗？遇到逼迫不需要神吗？不需要帮助吗？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会离开神？神啊，你有爱我吗？我这么爱你呢，你怎么让我遇到刀剑呢？你怎么让我遇到逼迫呢？你怎么让我赤身肉体呢？你怎么让我没饭吃呢？啊，主啊，我这么爱你呢，你有爱我吗？哦，啊，他就离开教会了。我有在聚会呢，我在做圣工啊，我在奉献呢。主啊，你爱我吗？那就离开了。好，啊，怎么胜过呢？看三十七节是一个关键哦，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是灵命成熟的表现。靠主了，继续靠主。前面说什么？我遇到刀剑，我遇到逼迫，我遇到困苦，但是我依然靠主。那为什么他还会靠主？有这个关键字哦，靠着什么？爱我们的主。虽然我遇到刀剑，我遇到困苦，我遇到逼迫，但是我还是知道主是爱我的。我知道主是爱我的，我还继续靠主吗？啊，主都不爱我啊，我都爱主，我都靠主，有可能吗？我感受到主不爱我了，你还会靠主吗？我感受到主耶稣他不爱我了，他丢弃我了，我还来教会吗？哦，所以这个是很关键哦。所以我们看有些人，你看一样哦，遭受到逼迫，遭受到困苦，他还是来教会，有些人就不来了。为什么？就是这句话，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了啊！不然我们带着肉体，老实讲胜不过了。带着肉体有办法胜过困苦吗？有办法胜过逼迫吗？有办法胜过赤身肉体刀剑危险吗？老实讲不可能。靠着主我们才可以胜过。那为什么我会靠主？因为我知道主是爱我的啊。好，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哈，灵命长进哈，要追求，要追求什么？不是追求世界哦，哦，要追求哈信仰，追求主耶稣。所以这边说哈，不要爱世界了哈。十五节到十七节哈，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的哈就不可能爱父了。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主，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一个。哦，雅各书四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哈，他就是与神为敌呢。哦，所以爱世界怎么能与神相交呢？不可能哈。十六节说哈，啊，那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哈，世界的本质啊是邪恶的。哦，那里告诉我们说，世界的事哈脱离不了三件事。世界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的王魔鬼就是用这三种哈来引诱人呐。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啊，从古至今都是一样哈，换汤不换药了哈。好，外包装哈改变而已，其实它的内涵都是一样。过去在引诱夏娃的时候，也是用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哦，在引诱耶稣基督犯罪的时候，也是用肉体的情欲，也是用眼目的情欲，也是用今生的骄傲。到圣经也是一样，只是那个包装换掉而已，它的本质内涵都是一样。啊，其实世间上的事哈，我们就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世间事是上面饮食男女了，饮食男女就是这个世间事。哦啊，这个都是啊。哦哦，这三件事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好，啊，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邪恶的，好，哦，是会让人家犯罪的。好，十七节说，世界上是好，哦，是短暂的啦，哦，不管哇什么荣华富贵啦，哦，什么地位啦，哦，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啊，都会过去啦，什么才是长存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要追求这个短暂的啦，我们要追求那个有永恒价值的啦。永恒价值的是什么？好，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因为凡有血气的静如草，它的容美都像草上的花，花必枯干，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二十五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所以我们要追求的不是追求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个都会过去，这个都是邪恶的。我们要追求的就是那个长存的道啊，可以存到永远的价值，永恒的价值啊。好，第四段哈，怎么持守与神相交呢？就是要防备敌基督者，不要受这些敌基督者的啊这个诱惑了啊，结果哈啊就听从他们，离开了神，离开了信仰，我怎么与神相交呢？没办法再持守了，很可惜哈。好，二章的十八节哈，他这样说了哈，说末世啊有敌基督者出现，啊，这里说哦，这个约翰跟当时的信徒讲哈，即使跟我们现在的人讲哈，你们曾听见说哈，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好，从每个世代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如果用我们真书教会来看哦，我大概回头看，大概二十年大概就发生一次，二十年大概就发生一次，哦，哦，比较严重的了哈。好，那如果这些敌基督者出现，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就是末时了。我们想说奇怪，我们从信主就听到末时，末时，哦，听到现在还是末时。末时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耶稣基督完成救恩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从天再来，那个就是末时了，好不好 ？OK 哈，啊，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哎，真的越来越近哦，真的越来越近。好，以前哦，我们听到一些灾害啦，大概都是区域性的嘛，哦，哪里火灾啦，哪里地震啦，哪里干旱啦，我们看到电信，哦，哇，好可怜哦，啊，但是哎，我们感受没有那么深。但是这两年来哈，如果到年底就是三年了，
全球性的啊这个疫情，全球的，我让我们很震撼啊！而且哈、啊，你看到、啊、小小的病毒，肉眼看不到，全世界的人哈、啊。哈、哦，要医学科学哈、哦，要把它打败哈、哦，要战胜它，把它杀死，就是杀不掉。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小小提醒。老实讲，哦，啊，圣经说，哎，那个只是末世的一个预兆了，哈、哦，只是开始而已啊。所以那我们慢慢，哎，真的呢，真的是这样。我、哦、啊，以前哦啊，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我们感受也没有那么深嘛哈。哎，但是这次哈、哦，俄罗斯打乌克兰，哎。我们感受跟过去不一样哎、欸，哦，这么以前哦，这个伊拉克去打哪里了？啊，美国去打伊拉克了哈、哦。我们觉得，哎、欸，嗯啊，还我们还是好好的、啊。我、哦啊、以前哦，这样听说，哇、哦，这个是这个以巴冲突了哈、哦。哦，这个巴勒斯坦哦，这么人肉炸弹过去了哦。那以色列哦，他就飞弹过去了。哎、欸，我们看电视，哎、欸、哎、欸，好像我们也好像跟我们什么关系？哎、欸，但是这次我们看俄罗斯跟乌克兰，哎、欸，我们就说哦。啊、如果、哦、一颗飞弹飞来台湾、哦、那也就完了呢，对不对、哦、所以、欸、慢慢感受到、欸、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哦、然后这边说、哦、有那个敌基督者出现、哦、我们就知道已经是末时了。好，那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啊、说我们要看清楚啊，敌基督者是谁，他们是谁。好，十九节说、欸、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嗯、他是我们 在我们中间的，但是他出去了，为什么他要出去呢？圣经有解释，如果他是属我们的，他们仍旧与我们同在，就是因为他不属我们，所以他就从我们中间出去了。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二十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三十节，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去跟从他们。哦，这是保罗他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啊，圣灵感动他哦。哦，叫那些长老来过来啊，提醒他们说：“我离开之后啊，好，必有凶暴的豺狼哈啊进来你们中间。”哦，第一个就是外面进来的，外面进来的，哎，外面进来的哈，哎，我们还可以看清楚啊，他是外面进来。好，第二个呢，从我们中间起来的，从我们中间起来的。那如果从我们中间起来，哦，是一般信徒，那还好啊。那如果是传道呢？如果是长老呢？如果是执事呢？那不得了哦，那不得了哈、哦！一样讲一句话，信徒讲一句话，跟传道讲一句话，谁的影响力比较大？哦，不管是讲对讲错了哈、哦，讲对了影响比较大嘛，讲错了影响比较大嘛。哦，这个是真的是从里面起来的哈、哦，比较难以分辨哦。哦，从外面进来的，哦，还看得出来哦。但是从里面出来的呢，哦，所以这边说哈，啊，他哈会从我们中间出去，啊，啊，会从我们出去，因为不属我们，如果属我们的，依然跟我们同在，啊，这是让第一个让我们分辨的，啊，第二个呢，怎么分辨呢？啊，二十节这里说哈，啊，二章二十节，说我们从圣者受了恩膏，知道这一切事情，恩膏是什么？圣灵。圣灵可以看清楚谁是属神的，谁不是属神的。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哈那里说哈，诶，神的事哈，神的灵哈啊，神所赐给我们哈，能让我们了解神的事情。哦，二章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属灵的人哈可以看透万事。但是没有个人可以看透他，什么叫万事？就是属世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了，到底是不是属神的？哦，所以这边说哈，从了圣啊，从圣者受了恩膏，哦，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这个事情就指的前面敌基督者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看得清楚。好，
第三个呢，二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虚谎，不是真理的。哦，他们也是很会讲道理哦，口口是道哦，而且哦口才很好哦。哦，我们转头看哦，过去我说哈，二十年就一次，二十年就一次哦，很严重的哈。那些人口才都很好，口才都很好，真的很会讲道理。哦，而且哈，哦，那个学那个本职学能都不错，都不错。哦，我啊，为什么他可以影响人？因为很会讲道理啊。哦，哦，这边说哈，但是。这不是真理，是虚谎的，哦，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但是到最后这些人一定会被显露出来，被谁显露？真理啦，真理会把它显露出来。好，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第二节，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哦，所以隐藏的事一定会显露出来的，啊，真理会把它显露出来，就好像说，哦，我们一般所说的话，它会露出马脚了，啊，会显露出来，啊，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啊，我们自己本身我们要努力追求的，啊，我们要防备这个敌基督者，啊，哦，我们要看清楚他是谁。哦，我们要领受，哦，恩膏，哦，我们才可以，哦，来看得清楚知道，哦，所以二十四节，哦，二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如何防备。哦，我们知道敌基督者会出现，啊，他是从哪里来？从外面来。他是从哪里来？他会从我们中间起来。好，我们知道了，那我们要防备啊。怎么防备？就是持守真理，我们才有办法，哦，来辨别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二十四节说，我们心中要长存主的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我们起初所听见的道理哦，是我们起初所听见的道理。所以我们心中要长存什么道？好，第二个呢，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要持定主所应许的永生。为什么？因为当时有信徒已经受了诱惑了，就会失去永生，哦，所以啊，这个约翰啊，这样跟他们讲，我这样讲，啊，是指着，啊，那一些诱惑你们的啦，啊，如果你们没有看清楚，你们哦，啊，来听从他们，受他们引导，你们就会失去主所应许的永生呢，哦，所以要持定主所应许的永生。好，二十七节说什么呢？要领受恩膏的教训，恩膏就是圣灵，圣灵的教训，不是领受那些敌基督者的教训啊！哇，听起来很有道理呢，但是那个很有道理，不是神的道理，那是魔鬼的道理啦，那是魔鬼的道理。哦，所以我们要领受真理的教训，圣灵的教训。哦，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一节圣灵明说，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领受啊，哦，这个恩膏的教训？圣灵明说，哈，哦，在末后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一般。哦，所以这边说圣灵说，如果我们有领受恩膏的教训，圣灵就会启示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圣灵说，哦，后来
必有人离弃道理哦，去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里说，他们也是讲道理哦，也是讲道理，但是这个道理是什么？特别讲魔鬼的道理，不是神的道理。好啊，这些人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想说，他有良心吗？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怎么把人带到灭亡的地方去呢？好，第二节说，因为是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每个人都有良心呐、这个是罗马书二章十四节那边说是非之心呐、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良呐、天良。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电视在报道啊，看到杀人放火啦，这个哇，非常的残忍呐、我想说啊，这个人没有良心吗？这种事情做得出来，丧尽天良啊，没有良心吗？旁边人说有啊，他有良心啊。有良心啊，怎么变成没有良心？他的良心就被一种动物咬去了，有良心叫告解啦。有良心怎么没有良心啊？这意思说泯灭良心啊？为什么泯灭良心呢？好，他说他们的良心好像被那个热铁烙惯一般。好，不要说心被那个热铁碰到，我们的身体被那个热铁碰到，我们都有感觉嘛，都有反应啊。一开始人的良心都有反应嘛，我们做不对的事情，我们的呼吸会急促，对不对？虽然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心跳加快。那为什么心跳加快？良心告诉我们那个是不对的嘛。如果对，怎么呼吸会急促呢？对，怎么心跳会加快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良心不安哈、听到外面风吹草动，就吓大跳了。我们有句话说平常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了。其实那个不是鬼敲门那是猫在狗在敲门对不对？但是惊要死有反应。那为什么有反应？良心告诉我们，良心不安那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就像这边所说的，良心好像那个热铁无故的不反应了，就没有感觉了啦，麻木的啦，麻痹的啦。所以如果一个人泯灭良心，那就没救了。人犯错都有罪责感、罪疚感，也拍谁吧，对吧？也拍谁？那较早人讲，见笑死哦，头壳乌一看就歹闭了哦。即马开见笑，即马大摇大摆哦，做这个代志，做公做骄傲嘞，对不对？一点羞耻感都没有，对不对？良心麻木啊，没有感觉咱俗语讲蚊仔叮牛角，一点啊拢无感觉一点都没有感觉了好。所以我们要持守这个道理。好，我们看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抱歉，希伯来书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说我们要看重，我们要注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如果我们没有看重呢，我们很容易随着这个潮流，世界的潮流，学说的潮流，我们就被这个潮流冲去了，我们就没办法持守与神相交了。好，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那个二十四节那里说，我们心中要常存神的道嘛，就是我们起初所听见的道。对啊，这边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起初所听到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样我们还可以持守与神相交啊，到最后我们才能与基督有份嘛。好，最后一段就是二章的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怎么持守与神相交呢？就是要行公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我们行公义才能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无愧见主面。我们行公义都是神所生的，我们才是真正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呢？神的儿女就可以领受神的产业嘛。
我是阮爸爸的囝，啊，我拄我顶阮爸爸三件嘛，敢是？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是领受天父的基业嘛。天父的基业就是天上永不衰残啊，哦的基业啊。好，我们看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第三节，神的圣灵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第四节，因此他又已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啊。抱歉了，我读错了，我读到彼得后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啊，抱歉。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嘛，哈，好，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第四节，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行公义都是神所生的。我们是神真正的儿女，我们才能承受天上的基业。好，最后我做一个结论哈，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跟你们成就。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怎么持守与神相交？我们就是要连属耶稣基督啊，这边用个比喻，好像那个葡萄树一样啊，我们是枝子，耶稣基督是那个葡萄树，所以哈，我们要连结在葡萄树上，哎，我们就可以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啊，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啊。啊，如果我们离开了主呢，我们什么就不能做了。就很可惜了哈，所以我们已经与主相交了哦，啊，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哦，所以我们要持守与神相交哦，那到最后我们才能啊与主有份了哈。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勉励，唱诗158首。